今天这个短片呢，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开夜神会冲突到 Excel 这个事情哦。这个可能很多人不知道，它会夜神会影响到 Excel， 然后甚至有人说它的夜神会影响到原神，也就是说夜神只要打开原神就闪退了。所以我个人目前看到的是，夜神很容易造成其他软体的相冲哦。那我在这边示范一次给你看，夜神如何冲出我的 Excel， 让我的 Excel 开不起来。你现在看到的这里是我的 Excel 可以马上打开，例如说这个，哦，这个都在一秒内就打开了，你可以看到一秒内打开，还有这个都是一秒内打开啊。但是你现在只要开了夜神之后就不一样，我们把夜神打开，然后等一下再开 Excel， 你就会知道 Excel 开不起来了，不是开不起来，要开很久。好，你现在夜神打开了嘛？那你再开 Excel， 一秒、两秒、三秒、四秒、五秒、六秒、七秒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、十六、十七、十八、十九、二十、二一。二、二三、二四、二五、二六、二七、二八、二九、三十、三一、三二、三三、三四，这是第一个哦。那这个呢？大概多了40秒才把 Excel 打开哦。那你看这差距有多大？好，我们再把它关掉，夜神再关掉。它还没完全关，只要夜神一关掉 ，Excel 就秒开了。你看，一秒就打开了。所以这边证实给大家看，开夜神会影响 Excel。那我觉得这应该是夜神公司要去检讨的一个重点。看一下如何改变这个问题啊！现在是2021年7月7号，其实我在以前就有遇到这种鸟事，只是那时候没有特别感受到。那现在有发生这个问题啊，我只希望大家不要太意外，就是赶快跟夜神公司回报就可以了。那以上。